病人送礼花招多，小心害医师惹祸上身。患者在别的医院手术完，然后有病发症，治疗好了之后快过年了，我包红包给你。我说不行不行，你的门诊门口刚好就是正风室。我收过很大包的，他帮我捐钱，他用我的名字去捐给慈善机构，也是违法。那我要害一个人容易啊？捐啊！我都要捐个10万，用正义师的名字去捐啊！今晚11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